日本女足高兴早了，中国女足两大王牌驰援争冠，水仙侠救兵来了。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众所周知，目前的中国女足即将迎来面对日本女足的一个比赛。那么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有两个核心呢也是重要的保障，接下来具体啊和大家分析一下。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中国女足的球迷看到，谢谢各位。大家也知道，在目前日程的安排来看呢，中国女足将会在今天晚上的6:20来面对日本女足。日本女足呢是这一次比赛的东道主，而且在整个亚洲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强队，所以对于中国女足而言呢，这场比赛的话可以说是生死大战。加上这一次的比赛结果呢，将会决定最终的冠军花落谁家，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呢，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在日本女足的主场呢打败对方，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当然从目前来看呢，我们知道呢，日本女足想要啊被我们打败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对方刚刚我们已经说了是整个亚洲的强队，而且他们在此前呢已经保持了2连胜的一个好成绩，整体状态非常的不错。所以对于我们中国女足而言呢，接下来面对这个东亚的霸主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打呢，将会非常的关键，稍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输掉比赛。所以很多球迷啊也非常的感兴趣，这一次中国女足到底要派出什么样的阵容呢，我们整体的核心方面又是否有一些核心的球员能够去确保我们中国女足这一次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呢？那么说实在的，还真的是有。因为就在最近呢，我们回顾这一次我们中国女足面对中国台北以及面对韩国的比赛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两个王牌核心球员呢也接下来会是我们重大的保障，只要水仙侠接下来能够用好他们的话，这一次比赛是有希望能够拿下胜利的。这两个王牌核心呢，第一个就是面对韩国女足啊，我们打下一球的大功臣00后的球员汪琳琳，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女足的一姐王霜了。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汪琳琳啊，这一次作为她国家队的首秀打进首球呢，表现非常的不错。我们也知道呢，在此前的话，她其实啊没有给很多球迷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一次她作为骑兵呢，却在关键的时刻立功，也彰显出啊她这个球员非常的优秀，也将有可能是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去面对日本女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骑兵。所以其实对于水仙侠而言呢，接下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年轻的面孔呢，也更应该给予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呢建功立业，来帮助中国队争取打败日本女足。除了汪琳琳之外，那么王霜呢就更不用说了，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核心级大腿。很可惜在此前的亚洲杯面对日本女足的比赛呢，当时王霜是因为伤病复发没有办法出战，所以这一次啊再次面对日本队这个重要的对手，对于王霜而言呢，他接下来的话如果说能够首发登场，将会是我们去缩短和对方差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这样一来呢，我们再去面对日本女足将会有更大的一个底气，我们将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信心去打败对手。所以可以说这一次啊，随着这一次面对日本女足的比赛即将来临之后呢，那么其实水仙侠的救兵呢已经在路上，不管是汪琳琳还是王霜，他们两个人呢都有可能能够帮助水仙侠能够拿下日本女足。所以说实在的，对于我们中国女足而言呢，其实接下来的话不必有太多的一些想法，只要能够打出我们的成绩，让我们这些核心球员有充足的表现，打出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好状态，其实就足够了。如果实在是实力不济，比不上对手，那么也确实呢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呢一定要敢打敢拼，这才是我们中国女足最终的精神。最后呢也期待着中国女足在日本的主场能够把日本女足给打败，虽然说他们这一次的实力强大，比我们呢更加厉害，可能呢会认为想要啊把我们给打败，但是从目前我们整体的表现跟实力来看的话，其实日本女足呢高兴的太早了，我们的实力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一定呢要给力一点。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